张小娴在《想念》中写，爱情是彼此永不停止的思念，是永远放不下的牵挂，是心甘情愿的牵绊。的确，真正的喜欢是情不自禁的情感流露，非常真挚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她们一旦爱上男人，就会把他放在心底，时刻想念他，关注他的一切，渴望尽快在一起。她们在感情里会全身心的投入，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感情。而且，女人真心爱你，她会把你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不求回报。这种投入和付出不仅是情感上的，也包括行动上和物质上的。她会关心你的生活，关注你的感受，尽力帮助你，支持你，鼓励你，甚至为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可见，真心爱你的女人会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，所有的一切都将与你有关，再也放不下你了。说到底，女人真爱一个人，大多有以下几种表现，别错过。一，忍不住想你，情感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。刘同说，这世上所有的突然想起，都是一直放在心底。女人真心爱你，她会忍不住想你，心底的思念总会悄无声息地涌出来，对你格外牵挂。每当你不在身边的时候，她都会无比想念你，甚至彻夜难眠。这时，女人的情感往往会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，这种深切的爱意会让她们变得易受伤害，容易受到任何一丝风吹草动的影响。而且，她们的内心在这种情况下变得异常敏锐，仿佛能感知到所有的细微变化，一切都将与你有关。比如，你的任何一点举动，或是言辞的变化，都将对她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。当女人在感情中，真挚的情感和投入越来越多时，她无法独自承受，特别渴望得到你的关心和安慰。因此，她会不断地想你，期待能和你早点见面，以此排解内心的寂寞和痛楚。不过，女人并不是过于主动，她们反而会掩藏自己的内心，避免给你带来困扰。一方面，她们不想打扰你的工作，担心会给你造成影响，只能悄悄地想你，关注你的一切。另一方面，女人可能会装着很坚强，以此来掩饰内心的柔软，以及敏感和不安。因此，当你和女人见面时，往往会看到她很坚强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内心早已因脆弱而崩溃了。这就需要男人多关注女人，对她们更加细心和体贴。只要你尊重女人的感受，理解她们的情绪，积极给予她们必要的安慰和陪伴，就能温暖她们的心，从而让关系更加稳固。二，和你相处有强烈的占有欲，女人真心爱你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和你相处时会有强烈的占有欲。这种占有欲既是对你的密切关注和照顾，也体现在对任何可能威胁到这段感情的人或事物的警惕。从现实来看，在感情里，女人的占有欲通常表现为对爱人的温柔关爱和呵护。他们希望你能够关注自己的需求，并且愿意为了对方的幸福付出一切。同时，他们也希望你能够忠诚于自己，避免与任何异性交往，不希望看到你和别的异性有暧昧的关系。其实，女人的感情通常细腻和委婉，她们更注重情感和关系的维系，需要得到内心的安全感。不过，女人即便有很强的占有欲，但她并不会控制你，更不会干涉你的生活和工作。她们只是需要得到你的偏爱，侧重于对感情的维系和保护，以确保你对她的忠诚和关注。只要你用情专一，真心疼惜她，相信她必定会坚定地和你在一起。三，特别关心你，对你极度的包容和理解。女人真正爱上一个人时，他们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包容和理解，特别关心你。和你相处，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上给你极大的关心与照顾，
让你过得更加舒适。而且他们会原谅和包容你的错误和缺点，最大程度上理解你，支持你，愿意和你携手共进。同时他们会倾听你的心声，并努力理解你的感受，和你达到同频共振的状态。他们不仅会在表面上表现出这种包容和理解，更会在内心深处真心实意地接纳你的一切。因此当他们真正爱上你时，会尽其所能地让你感到舒适和快乐。他们会主动关心你的生活，尽可能地满足你的需求，并时刻关注你的情感和生活状态。一个女人能够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伴侣，说明已经认定你了，愿意和你共赴未来。男人遇到这种女人就要珍惜，只要你真心爱她，对她负责，她必定会和你走入美好的爱情。情感寄语，总结来说，女人真爱一个人，大多有这几种表现：忍不住想你，情感变得异常敏感和脆弱，和你相处，有强烈的占有欲，特别关心你，对你极度的包容和理解。可见，女人真心爱你，她会全身心投入，对你的爱毫无保留。她深深地爱上你后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早已把你当成未来的另一半，渴望和你相依相守。这是最真挚的爱，也是最纯粹的情感。男人若是遇到，一定要加倍珍惜。往后余生，只要你真心实意疼惜他，好好呵护他，相信他会和你携手走到星辰大海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。如果觉得对您有用，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